Hello, hello 啊！而家系2018年嘅11月15日嘅中午，12:08。好啦，而家咧就系出门啦。我咪喺附近兜一兜风先。左转，然后右转。哇，同樣咧，今日咧就係熱頭好曬嘅熱頭，哇！呢個時候啊，所以呢個季節咧就係晚上啊涼喎，早上有涼喎，要冚被喎，又要著衫喎，啊！但係呢個中午時分咧出到嚟咧，始終咧都係比較即係靜啊，嗯。啊，加州陽光啊，真係名不虛傳啊，一年四季都係。好犀利，好犀利！所以呢度咧就系冇咩冬天可言噶，你想话睇冬天都冇噶，又唔需要落雨，咩都唔使啦。啊，所以你会诶睇到呢啲咁嘅马路咧，全部咧都系行驶点5英里，俾啲热头晒到咧，就系好清晰，好清晰嘅。今日咧就係我啦，呢個我喺呢個住咗兩年幾咧，我未有話真正喺呢度兜過，所以今日咧就係喺呢度啊兜一兜風先，睇下個唔知咩嘢公園啊，聽講幾好。咁啊，我之前咧住喺嗰個 Winter Park 嗰邊咧就係3-4年啦，所以嗰邊咧。啊，有啲咩我都知道嚇，所以就個環境比較熟悉啊。但係呢邊咧個環境唔係好熟悉，所以我咧就係一定要啊攞個呢個 GPS 啊咁樣啊，啊按照地圖嘅嗰個方位輸入個地址就 OK 噶啦。好，呢度轉左先。左轉。左轉啊！琴日咧就去咗呢個西來寺啊，西來寺啊行呢條路嘅。唉，想去啊！即係其實咧就係想去下海邊啊，不埋呢啲咁嘅好來烏嘅地方。唉，硬係咧即係都係怕塞車，出咗去咧就翻嚟咧嚇冇個半鐘頭，但本身咧就係。30分鐘的車程嘅，不過咧就係塞到咧就係個半鐘頭、2個鐘頭啊，所以好多時候咧就前方點3英里右轉，即係有啲怕呢樣嘢啊，所以咧就唉唔想去嘅地方就係、是、明知嗰邊好熱鬧嘅嗰邊啊，好萊烏啊咁樣我都去過4-5次噶，而且我覺得嗰個環境非常之好啦，特別咧有我有時啊，即係話想啊去嗰度咧，只拍啲照片啊咁樣咯。即係咁呢一年嚟講咧，我好少有拍照片嘅，啊都係拍錄像嘅多。咁啊，而家咧突然間咧就係想話學下呢啲咁嘅拍照啊，咁啊想話啊睇下有冇咩好咁樣。右轉。但係冇辦法，始終係怕咗。所以我咧就係選擇喺我呢邊住呢邊嘅地方咧，就揾地方。我呢邊又幾時又唔塞車，大家想近啊嘛。咁多車嘅，OK。
行驶 1.5 英里，然后右转。我聽講我哋呢邊咧，即係我先頭咧喺個地圖度誒，谷歌地圖嗰度咧搜索，啊有個大公園，大公園，我啊想咧就去有啲湖泊嘅嗰啲公園，即係就算哪怕係人工湖都好啦，咁都好過冇水啊嘛，咁啊起碼有啲雀仔飛飛下咁啊，咁啊禮拜四。我而家拍呢啲咁嘅錄像咧，都知道啊，熱頭啊，啱啱對到正啊，呢個方位又對到正。好啦 ，V 過先算。唉，特別多呢個啲交通光。如果個地方咧，你喺度住咧，如果你唔，不過我住嗰度咧就係墨西哥區嚟嘅，唔係橫區。但去橫區呢個羅蘭崗呢個橫區咧就好近嘅。咁如果我真係住喺呢個好近嘅橫區咧，咁就即係話咁啊出門口都兜下你而家。所以點解話唔？在这里住了那么久一直都没出来兜下就是这样的原因。它又不是环区又不是什么区但又是夹在两个环区的中间那里。今日晒到咧个面部啦，啱照住我呢个面啊，晒到哇，真系兴个辣鸡啊！真系兴个辣鸡啊！前方点四英里右转。啊！曬到啲樹木都變咗唔係綠色啦，啊啱呢個正啦。誒，琴日我就行呢個路去西來寺啦，直去又係。不過我今日唔係去嗰度啦，嗰個地方啊去一次 OK 嘅啦，日日去又唔好玩呢個地方，因為畢竟都係佛家淨土啊嘛。
差不多到了，還有 1.6 英里 1.6 公里左右，1英里就等於 1.6 公里。哇，曬到真，因為有個雲南過橋線呢，過橋園，即是中國的雲南那邊開的雲南那些面食，很辣的，吃那些東西。好了，應該是這裡了。右轉。右轉。哎呦，看一下。行驶點4英里，然後左轉。如果你不穿長衫又不行，因為點解咧？你曬到個手臂很痛。我昨天出嚟的時候咧，就係已經1點鐘。昨天有呢個時間出嚟嘅。前方点3英里，左转。哦，咁我带大家咧，就系睇下我住家附近呢啲咁嘅马路嗰啲状况啦吓，而家即系等于一样啦，差唔多条条路差唔多啦，嗰啲郊區咁啦，咁事實上係郊區啲地方有。左轉。左轉先。哇！呢個公園啊，越嚟越多。公園呢？我睇下咩公園，又睇下啊，即係要熟悉一下呢邊嘅，真係嗰啲景點先得。我有時候休息啊，可以在附近行一行咁啊，喺早上啊咁樣啊。我知道咧，就華人嗰邊咧就早上咧有人跳舞嘅，也有人跑步嘅，即係華人啊，即係好中意出去行企企噶嘛。公園早上一早啊，啲嗰啲跳嗰啲叫廣場舞咧嚇，呢度咧同樣有嘅，跳得非常之咩嘅。到咗啦，呢度啊，睇下呢個咩公園。啲人評價話啲公園十分之乾淨。正在抵達目的地，位於右側。右側啊，呢個公園有冇入去？曬到咩咁？原來這個是什麼公園、我們要開進去先，還是外面也不好。这个公园大同小异都差不多。
呢啲公園，哎呀，啊點都好啦，停步止一見黎智則安之啊！哎呦，真系跌到呢度啦！哎呀～